那边讲中文，我更不听他讲。那边讲日文，我操！掉包，掉包了。Nice。哎，哥们儿，你不是个外国人吗？哈哈。哇，那被打掉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中文了。敢在哪啦？闭嘴。哦，后面那个楼梯那里，后面楼梯那里。我听。在后面楼梯那边。这个轻机枪太骚了。我看那个。他是什么太骚？都是中国人，怎么还有？以为是外国人吗？起的名字不像中国人。这人挺牛逼的。游戏也不能起中国名啊。这人下包，满子还不笑。牛逼啊！我操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接的好。你家的真是 super good， 好接、啊。